说到比较早，那个时候网际网络其实没有那么发达，而且包括我们对美容的资讯也没有那么了解。然后我记得我头一年出道的时候，因为我只知道化妆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卸妆，好好卸妆，对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好好保养皮肤。那时候我皮肤就开始出状况了，因为我脸没有洗干净，然后就发现到我开始一直在爆东西，爆豆子啊，然后毛细孔堵塞啊，他觉得怎么回事搞不懂。那时候我妈妈看了也很慌张，所以马上带我去自然美。所以其实我第一个有基础保养的概念就从自然美来的。我那时候是算是大姐姐嘛，对，她这帮我怎么清干净之后，她教我怎么洗脸，她教我怎么上保养品啊。等于说我非常感谢自然美，那时候等于说帮我打下很好的基础，才知道说我在使用皮肤的同时，也要懂得修护它。